睡前故事。你还是小朋友吗？我想想，那就这个吧。比尔·波因特入侵案记两起，比尔·波因特失窃案，特洛维斯星系失踪案，杰莫斯、北加拿、希拉 39C、 乌尔摩拉、七中村、洛尔51、德洛瓦星河事件。针对比尔·波因特的黑客袭击记四起，针对罗斯星的黑客袭击，针对黑塔的黑客袭击，耶佩拉叛乱案，怀疑与以下罪案有关：西次拉拉、英奴比斯、乌恩 G7、 祖寇、利多维亚、伊利利、阿图因、布哈亚马星河事件。通缉等级最高，死活不论。你看，我就说很催眠吧。